皇上查了好几日都没查出什么事，而且还特意去找你求情。哼，那个贱人魏姬肯定活不过今日。要是赌输了，你会怨朕？便是天意如此，奴婢不会怨，也请陛下万勿自责。你现在连看我一眼都不愿意了，是不是？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不要！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白河台湾电影文化城大汉贤后卫子夫。